说你跑不掉，帮路人当什么啊？跑成这个样子，轿车自撞路树，警方上前把驾驶压制在地，但对方还是不断挣扎。车都被他撞成这样子啊！警方怒斥，因为这名嫌犯企图逃跑，还在途中开车冲撞警车，把两台车全都撞坏了。事发就在台中西屯，当时这名28岁的李姓驾驶违停，警方上前盘查时，他竟然拒检逃逸。警方派出大批警力拦截围捕，经过一番搏斗，才将驾驶压制在地。警方搜索车辆内部，一只柴犬看到马上跑到后座躲起来，好像受到严重惊吓。而在车内也找出了凯他命跟毒品吸食器。该车加速驶离，原警沿路尾随其后，并发布拦截围捕。于西屯区环东路与市政路口拦截时，该车冲撞行人车后失控撞击人行道路柱后台停止。这名李姓驾驶有毒品诈欺前科，但他供称是因为无照驾驶，看到警方才会逃跑攻击。不过这些统统都是借口，警方依公共危险、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地检侦办，财权也请嫌犯家属带回家安抚照顾。 TVBS 新闻重合医疗防疫台中采访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